哎、欸，你怎么都不吃啊？不吃我帮你吃哦。孙博，最近怎么了？怎么都不开心？有什么困难就说、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想办法。对啊，你有什么问题就讲嘛，帮你解决啊。尤其大考要到了，心情不好影响到成绩怎么办？我真的服了你哎，我们在关心兄弟，你也可以扯到考试去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可不可以暂时忘掉考试的事情啊？还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午休 ，OK？ 啊，我讲认真的哎。我们也是认真的。什么？干嘛？干嘛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打、啊！我要怎么让他再相信我一点，再多理我一点？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好，你不要这边讲这个好不好？我不在这边讲，我在哪里讲？你跟我讲啊！我不知道啦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啦？怎样啊？你不是超喜欢那个大叔的吗？你不是爱他爱的不要不要？好，跟我讲怎么追他、啊。哎白痴哎、欸、你！靠！我忘掉。哎，你有听到吗？哎。真的很烦哎，每次都做一样的事。你讲过多少次？对不起嘛。随心所欲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哎，我也没办法啊。我没办法啦。他会怕我。什么啦？我不知道用怕这个字对不对，可是他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就很胆小，防备心很重，好像是我要把他吃掉一样。我有那么恐怖吗？废话。你怎么跟你家那个大叔？大哥。大哥，你怎么跟他来电的？其实都一样啊，哪里一样？我告诉你，谈恋爱最重要的就是真心，勇往直前，不顾一切，奋不顾身的那种真心。不然你不打动他，他凭什么整个世界不喜欢来喜欢你呢？想的也太天真了吧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有想过啊？师傅，你说对了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相信，就算完全没有希望，也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是真的有爱，一起加油！教室在那边。请你帮我还给向好庭。他的便当怎么在这？反正你帮我还给他了，便当我都没有动过。谢谢你。哎，高友群，快点啊！哎，你不帮忙怎么快啦？我有帮忙。这哪叫帮啊？快点啊，别碎碎念。老孙干嘛？心情不好吧？阿豪，
你中午说的那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什么事情？就你问他怎么追男朋友啊？所以老孙真的喜欢男生哦。来，怎么样？喜欢男生就不能是兄弟吗？什么想法啊你们？你不是那意思啊？哦，你只想关心他，真关心真了解就自己去问他。好，那就算是他真的是好了，有什么影响吗？什么脸啊？不会吧？想太多，他就算真的是，你绝对看不上你们两个。至少要像我这种等级以上吧。我没有跟他讲认真的，大眼讲什么呀？我理他，很无聊哎。爸，阿豪。等。来二，好不错，来胸要挺哦，胸要挺，来三，专心一点，来四，来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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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来我来看看这边，还可以吗？来你坚定两边。小高，你们怎么样？好，没事。是哪给你啊？没有。你还好吧？你啊，不是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，怎么了？就公司的事啊。你呀，下次不能再这样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。你受伤了？喂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还是没看到图片啊？你怎么会让他受伤嘞？关我什么事啊？你真的很没用哎，你。我已经帮他做冰敷处理了，好吗？他还好吗？没事啦。你这个周末帮我代班，不要忘记，不准放鸟啊。好啦。那我们给客人的零钱都会放在这边，那这个也是每天都会盘点。那往下这个记录单呢，也是你必须得熟悉的，因为我们不管进货出货啊，我们都要写在这个记录单上面。然后简单的文具用品都会放在这边。五万你好，志安哥，听说你受伤了，还好吗？还好，你要喝点什么吗？你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所以你今天是来跟我讲上次你亲我的事？没事啊，我没有放在心上，你也不要在意。我喜欢你，我不是一时兴起的哦。自从我去我哥的健身房，第一眼看到你之后，我就一直很喜欢你，已经喜欢你473天。而且慢慢跟你混熟之后，我更确定我喜欢你。我那天看到你上一个男人的车，你们还那么亲密，如果你可以接受男人，那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我
是真的想跟你在一起。我相信你喜欢我，但是那以后呢？我会。那你喜欢我吗？谁不喜欢？你那么可爱又那么帅，个性又好，我当然喜欢你。我是说在一起的那种喜欢。我是很认真的，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在高中，你懂什么是永远吗？知道。你可以保证你一辈子喜欢男生吗？可以。搞不好你一觉醒来，你就喜欢你们班女老师，或是你隔壁班的男同学。绝对不会。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也是。你不要拿年纪来压我。喜欢一个人跟年纪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。只是你现在还没办法明白。因为时间、现实是存在的，在未来你会认识到一些人，遇到一些事，他们的自私会让你慢慢的了解，这世界上没有永远。所以，请你不要随便说永远，好吗？但我不是他们，你可以说我年轻，你可以说我不懂。但你不能说我无法永远爱一个人，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，我的身体告诉我，我就是要你。没有办法。又皱眉头，我是长得多丑？你又要干嘛？你可以换别句吗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吃便当吧。中午什么都没吃，刚刚又只吃一个包子，怎么可能不会饿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而且我知道等下九点警卫就会来关门，所以你最好赶快吃。你跟踪我还调查我？当然啊，我的爱情前辈跟我说，喜欢一个人就要观察他，了解他，掌握他，投其所好，然后捕获你，让你喜欢我。你有事吗？很有事。I crush on you。哎，我问你哦，我们两个都是男的，如果真的在一起，这样会不会压力很大？不过跟全世界为敌，感觉不错哦。我喜欢。想太多，不会有那一天。好了，你不要看了啦，吃便当。不吃啊，不吃很浪费哦。会下地狱啊。那当作是我赔罪的礼物。
加码。你把便当吃掉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对我提出任何的要求，我都会答应。说到做到。那我要你不准见你不算。那不能不准想你也不算。那不准追你绝不能算。你会不会有点太过分啊？我都已经做那么多了，觉得难受，觉得想哭。不要看了啦！哎，你要去哪？赶快吃！我不要。吓到了啊！哎，平常你都花26分钟的时间，今天你才花21分钟，哎，就这么不想要跟我待在一起啊？你可以走了。哎，我明天可以来找你吗？不行，我明天要读书。明天？哎，白天、下午或是晚上我都有空。白天、下午、晚上我都要读书了。那就一起读啊！拜托啦，我就想跟你待在一起啊，真的。好，白天来，吃完午餐就走，就这样了。好，拜拜，晚安，明天见。酒吧，他来这里干嘛？
先生，你有预约吗？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跟我走。放开。同学，有什么事吗？干嘛？干嘛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走开啊！你在哭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？你这边工作，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有问题的是你啊！我就知道你在整我，就要等这个机会，对不对？毁掉我所有的努力。我没有。向好听，请求你放过我，你不要再整我了，好不好？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会觉得爽，觉得满意啊？要下跪吗？对不起，我当不起你游戏里的主角，我没有钱，我这种人跟你不一样啊，我很需要赚钱，如果没有拿到奖学金的话，我下学期的学费又交不出来嘞，你可不可以留一条路让我走？